今天 Spring Break 第一天，带我的好捧捧来做他平常自己一人在 Baltimore 不敢做的事。我们要去探索，听说 Baltimore 可以看到樱花的地方。是的，现在不用跑去 DC 了，虽然我们还是要去 DC， 但是可以先去。对，我们就可以说，哎、欸， Baltimore 有一个好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樱花。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走到港边，我们要去搭 water taxi 了。我犯蠢，我不知道今天 water taxi 没开，谁会期待一个观光用的 water taxi 假日没开？所以我们来走到 Inner Harbor 来逛这个 Baltimore 的纪念品店，好可爱。买了我最爱的 bagel， 我们准备去野餐。哎，我们忙了一大圈，还没做到正事，快了。等公车，我们刚才去了一个公车站 ，Google Map 上说是公车站，但是我们在那地方真的没有看到任何站牌，太诡异了。后面有一些是樱花树的地方，但我们太早来了，我们看圈它全部都是含苞待放，但是仙气超好，漂亮。然后我们刚才在里面看一个影片，就是因为这里是美国国歌的诞生地，然后就讲完那个打仗的故事，然后国歌怎么来，还可以放国歌，然后它那个布幕就升起来，你就看到那个国旗就在你眼前。整个呼应那个影片，超感人，很推荐大家来。如果你不幸要来波特摩玩的话，这么的樱花，如果没有垃圾桶就完美。黄色的 bagel 是 sunflower everything。我觉得很像义宅精神，比较像义宅精神。下一站，春，我在拍我自己。什么 ？Spring Break 第二站，去红木念书。我亲爱的，做给我的果冻是真的水果。春假第二个行程，来 Melody 家写作业。他家采光真的超好，导致我现在在这边自拍。
这是我的新耳机，所以我爸妈看到我这个影片的时候比较气疯。我这个打量我真的超推，一身推贝卡的打量。有蟹肉棒，我的爱，好香啊！好多料哦。Melody 的雪花酥教室开张，因为 Melody 说食谱不能外露，大家自己脑补。一半了、转小火一点，再往上转一点点，好，开始慢慢搅，趁一只手比较不忙的时候，可以剪，刚刚的，然后你要快一点，因为怕会烧焦，好，好，你看还有一些地方白白的比较大，你就把它搅，快哦，嗯。好，然后你开始想办法让它变成一坨。Stop eating！ 我吃第一次。啊，就让它，好香哦。嗨大家，我现在呢就是要回家了，现在已经6点多，不知不觉就连晚餐都吃了才离开我同学家。我现在在学校等车，然后校车刚才在我面前直接开过，但你我希望校车快快来。我等一下呢就是要回家洗衣服洗澡，应该是洗澡洗衣服，然后的衣服好收行李，然后在这中间把我最后一个这个 term 的作业修改好，然后上传。今天超冷，今天太阳虽然这么大，但是今天真的超冷，太阳真的超偏，现在才2-3度吧，我才来 Peabody 小区两段四换车，然后车还没来，刚好来看来拍一下 Peabody 这里现在蛮漂亮的。现在是星期一，3月20号星期一的凌晨12点28分。现在要来收行李，因为我明天要去迈阿密。然后呢，我这次搭 Frontier， 所以还是只能带一个后背包，所以我把我行李全部塞在后背包里面。我有点害怕，怕这个后背包会不会也太大，到时候上不了飞机。Anyways， 到时候再告诉你。然后现在。以上就是我要带去的东西，那我们就来打包。首先这一袋是内衣内裤袜子盥洗用品毛巾，我带睡裤而已，因为我不想，我没有带睡衣，所以就想说穿短袖就好了，因为迈阿密现在应该是可以穿短袖的。然后所以我就带了2件短袖，然后明天出门会穿厚的。
然后这是我打算到当地的时候要用的小包包。然后这是学姐借我，就是因为我回来之后还要在费城待一天，那时候就不会有行李限制，是带一个可以打开的行李袋。零食，这是今天做的雪花酥，一些小零食。还有这个充电线，充电线我很喜欢这个头小米灯，然后它就是可以插两个 USB， 它要做更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两个其实蛮够用，就可以充一个手机跟一个手表。这边还有一颗行动电源。应该塞得下啦。好的，然后明天呢，就是早上化完妆，然后把化妆品，然后牙刷、隐形眼镜盒放进来就好的。好的，那第一部的春假影片就到这了，然后下一个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迈阿密，迈阿密。那我们就明天见，下次影片见，拜拜。Forever, we belong together.